你今天不去打工，你们老板不会骂你。今天休息。哦。哎，那也不是金泽一老婆吗？真是，快拍下。我说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？我不想见到他。那你打算在这住多久啊？住个一段时间吧。拍到没有？拍着呢。你不会被金泽一赶出来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是我自己要搬车。出来了。天哪！哇塞！你好。谢谢，谢谢。这可是大官，再拍几张照片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没事。不说算了。婚变，晋泽一和洛天然分居了。洛天然亲口爆料，有图为证。我们这次呢拍摄，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？我还好，主要看你们有什么设计。我们会制造一个魔幻的场景，然后呢，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，然后投放到这个。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好，等会儿回来跟你们说。好，装没问题了吧 ？OK。喂。网上有人爆料说你们夫妻感情不和，已经分居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什么大事，看来真有这回事啊。不是泽一，你是要把我再气回医院吗？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搞我呀？没你想的这么麻烦，放心吧，下午有个记者来做专访，一定会问这件事情，你先什么都不要说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？喂，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咱们早上说的事被爆出去了啊！你看，这是……估计你马上就能接到欺负你的电话了。小红，小象是小红象，小象，小红是小象红，小红。喂，喂，天然，帮我个忙吧。什么？帮我做十人份的便当。他说什么？有没有骂你？他让我准备十人份的便当。他出院了吗？对啊，他没通知你吗？可是我连他手机号都还没有。慢点啊。哎哎，欺负你来了！哎 ，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谢谢啊、哎呀，你们这也注意安全啊！好好，谢谢啊，泽一。哎，怎么样，拍的都还顺利吧？还行，挺好的，你的气色也不错。还好吧？你多注意休息。哎，你们这个也注意安全啊，大家都。啊。来吧，七姐，您放心啊，这边我们都加固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放心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对对对，爆破是在什么时候？我看通告了，爆破是在后天。啊，确定吗？确定，肯定没看错。你好，那个片场在哪儿？拐过去就到了。哦，谢谢啊。行，那时间确定了，你去安排一下吧。得了，知道了。干嘛呢？导航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不要伤到人啊！辛苦了啊！没事，季姐。哎，天然来的正好，泽一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来来来，天然，泽一
的老婆天然给大家探班来了，给大家带了好吃的便当。会做便当，麻烦媒体朋友们过来一下。这位是泽一的夫人天然，给大家亲手做了爱心便当，特意过来探班。大家过来，过来一起吃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天然，谢谢天然，谢谢。我们过去分发一下，去去去，来。辛苦了，天然。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谢谢，谢谢。辛苦啊，一会儿呢拍点近景啊，他俩的合影啊，还有食物的特写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知道了姐。哇，哎，泽一你坐这干什么呀？去帮忙呀，你老婆来了，来帮帮忙啊，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。我来吧。泽一老师，麻烦您这边沙发上做个采访。好，一起吧。好，麻烦坐近一点，挨得紧一点，可以这边方便泽一老师喂太太一个东西，然后方便我们拍一下特写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都在拍呢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很甜蜜，很好。他们俩看起来好恩爱啊。恩爱，嗯，一看就是表演给粉丝看。哎呀，女演员减肥就别吃了啊。我又没说我要吃，每次都被骂。两位可以表现得更甜蜜一点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媒体朋友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中午休息时间也不会很长，然后现在泽一要拍戏了，来来来，放回去放回去啊。散了吧散了吧。哎呀，赶紧，你看你身上怎么弄的，满手都是，赶紧去擦一擦，别让大家等你啊，好好拍啊，快快。嗯，来，我们也借一步说话啊。泽一你好好拍啊，我先送天然回去，拜拜。今天辛苦你了啊，你看有这么一出，谣言是不是就不攻自破了？这些都是你们计划好的。哎呀，特殊时期嘛，总之现在的泽一不能受到一点点的伤害了。可是我根本没有做什么伤害他的事情，这些都是网上那些人传。哎呀，网民都是这样的啦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而且网民从来不会在乎事实的真相，你总不能跟每个人去解释吧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自从你嫁给泽一以后，你就不再是洛天然本身了，你就是泽一的一个附属品。你的一言一行啊，所有的举动啊，都会被……我不是他的附属品，我是洛天然。来，你看，我就跟你说不通吧，我就说你俩不合适吧。像今天这种公关手段是最基本的，我都不敢跟你说，就怕你不配合。我可不是有意要利用你，要欺骗你啊。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泽一。他表面上看上去对什么都无所谓不在乎，但是他把工作看得非常重，工作就意味着你得有人气啊，没有人气哪来的工作呢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在这段婚姻里面你很不自在，很不自由，也受了挺多委屈，不过好在你们这段契约婚姻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和泽一之间的，总之，你受了多少委屈，我受的委屈一点不比你少。你就安心的做好一个好太太的角色，好吗？我不送你了，门在那儿。